日子十四行，作者王怡。春节一过，三月十四日说来就来了，桃花才开，紧接着又是五月十二日。祸不单行，到六月四日，叫人怎么喘得过气？七月五日，天气炎热，全国普遍高温。一周后是七月十二日，有胡子的人都紧张地出汗。终于到了十二月八日，可谁还记得克拉玛依？其他日子还在排队，等着哭泣，被命运挑选。二零一八年十二月。